前港姐朱晨丽今年三月份被曝恢复单身，同拍拖六年的小生何广沛分手，而且他们被指疑似是不欢而散，事关男方单方面 unfollow 了女方，二人再见不是朋友。事隔半年，今日有传媒突然爆料话朱晨丽疑似有喜，哇，真系吓亲唔少网民啦。据报道指，有知情人士爆料话朱晨丽其实早在上年暑假已经秘密暗探新欢，而且二人仲一起飞泰国旅游度假。知情人士更加曝光男方的身份是富二代史浩明，据知他是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的仔，除了出身名门，他还是拥有多隻马匹的马主，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富贵人家。有传朱朱目前更加已经有喜，随时可能加入豪门，而由他的近照亦都可见腹部的确微微凸起，不知是衣着打扮的问题定是拍摄角度问题呢？有记者随即联络朱朱求证，他听到之后即无奈得淡笑，他强调和史浩明只是普通朋友关系，并不是外界所指拍拖甚至怀孕，而对方更加从来没有追求过他。朱朱又说传闻十分夸张竟离谱，他强调自己目前只是想专心为事业打拼，暂时不考虑感情事。